真不愧是无价之宝。 这就是天下闻名的三宝寺。这庙里有哪三件宝物啊？这三宝不是世俗所说的宝物。你家财万贯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还要那本破书干什么？这本卷子，普天下就这么一份儿。 我想了好几年了。救人！咱们是为了那个卷子来的，不能节外生枝。你敢叫上我？你是来出家的，还是来避祸的？ 出家，你是充军法配的囚犯。不妥当。怎么？再说庙里出了人命，有你我在场，传出去不好听啊。这张烂纸。 多少年来是本寺祸乱之源。